生命，就让我一生守护你，我在这里。大家都在，好棒，加油。歌手艾诚八月十七号辞世，今天亲友在宜宾举行追思音乐会，教会送上马来西亚画家所画的婚纱照，王彤当场激动痛哭。哇！这个礼拜，彤彤有一次崩溃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跟晨晨还没有拍婚纱照。”哎，我们在想说，那我们来想办法合成一张。这几天其实用文字无法形容我的悲伤，无法相信用生命在爱我的你怎么舍得让我这样伤心难过。你不是说我们要生一个孩子吗？亲爱的老公，我好想你。今天我穿的就是你买给我的衣服，我们准备要回去马来西亚蜜月的时候穿的，我就当作今天也是跟你在办婚礼哦。你荣耀的时刻是十点十分，我仔细的议会后才发现，其实那也是七。以后我拍照都会比较哦，我会将我们的七七传奇继续下去。能嫁给你真的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。有一种爱情叫做爱成王童，我爱你，也许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次，但是我想要跟你再合作一首歌。我在这里是你写给我的，我是如此的爱你，永远都不离去，答应我不再哭泣。你已走进我的生命，就让我一生守护你，我在这里。超偶导师黄国伦致辞时公开爱诚八月五号最后一个通告，是在节目上表演《对你爱不完》。对你爱爱不完，我可以天天天天年年到永远。什么为love 时代，不愿意死死点点谢谢去面对。对你爱爱爱不完，相爱原本总是。当年他不会唱跳，他不是唱跳歌手，他是老派的深情歌手。我在超偶的时候说，艾诚，你如果再继续老派下去，你很快就被淘汰了。然后他每天苦练六个小时，六个小时，艾诚没有服输，艾诚拼了，最后他用唱跳一路拿到超偶的总冠军。在这个录影，他最夸耀的不是他的舞技，而是他说他的衣服是彤彤做的，他那个流苏是彤彤预备的，彤彤用一针一线帮他缝的。彤彤，你对他的爱不完，他对你的爱也爱不完，这就是爱诚。我要把爱诚我欠他的分数还给他。爱诚，我给你十分。你的歌声十分深情，你的创作十分动听，你的笑声十分爽朗，你的笑话十分的冷，你的爱心十分炙热，你的人生十分精彩。爱诚，我们十分怀念你。向前一步，走，向后走。Dude!